Hello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那今天要介绍这款游戏呢，叫做2048 Number Puzzle Game。OK，那我们点选这个游戏，点下去。OK，又是一款2048的益智游戏。那么这款游戏呢，要怎么玩呢？那很简单，就是左右滑动。上下滑动也可以，那为什么要滑动它呢？我们就是要把它相同的数字往左滑，它就加在一起了。那这里有两个二，想往左推，它就加在一起了。那上下左右都可以推，嘿，就这样推。那每推一次呢，它就多出现一个数字，好，可能是二，可能是四，可能是16。OK，那如果你想要返回啊，你画错了，就按这个。复原就可以回复到上一个步骤。那这里有 restart，yeah。那么你们的最终目标呢，就是要把数字累积到2048。好，累积到2048呢，那你就代表你通过了这个游戏的考验。好，那可不要小看这款益智游戏哦。这可是最近很夯的益智游戏，那这个玩起来也有一点技巧，那就是给各位玩家慢慢的去发掘，那就是这样子一直滑一直滑，数字越加越多。好，那么介绍一下其他功能，这里有个功能键，Rate APP，给这个 APP 评分，Setting 看一下，Style 黑色白色都可以。这里有 sound on、sound off，这样就有音乐了。Modes，好，讲一些 Your goal is to create 2048 tile，就是说，你可以，你的游戏的最终目标就是达到2048。Share，可以分享。Help，help，how to play，教你怎么玩。好，那以上就是今天2048的游戏介绍。那谢谢大家的收看，可以上网去玩这款游戏哦，拜拜。